南无观世音菩萨大，还有台长你好。嗯。我要问的是，我两个孙女都有问题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一个是。一个个问吧，一个个吧。2004年属猴的。啊，脑子出毛病，精神问题了。对对对。嗯。一个很大的灵性在他身上，你是个男的，男的，脸很大，脸很大，在他身上，走都不肯走。那我现在该如何？他到了晚上会自说自话，对，嘴巴里会乱讲话，对对，睡梦中也会，整天这个灵性跟他讲话，明白了吗？我知道，啊，他现在越来越那个。哪一个啦？是这一个，来。这个过来。叫台长好。台长好。啊，听台长爷爷话吗？有。好，你听台长爷爷话啊，因为他们身上都有灵性，他们看得到台长身上的东西。先看看台长爷爷身上有没有菩萨。有。啊，再看看台长爷爷的手有没有光啊？有。好，你把眼睛闭起来啊，看看啊，闭起来啊，台长爷爷让你变得好一点，脑子好一点啊，乖一点啊，啊，眼睛不要睁开，亮不亮啊？亮。啊，看得到菩萨吗？看不到。看见了吗？是什么样的菩萨？是像不像一个穿白衣服的？像。是不是观世音菩萨？是，我觉得是。好，睁开眼睛吧。现在他的灵性已经跑掉了，他脑子现在会很清楚。我哥告诉你，他现在问题就是这个灵性不断的在搞他、整他。你们小房子不够稳，你们左看右看，小房子不够稳。对，我一定要念的。好，你给他念了多少章啊？第一次接触到这心灵法门。那么开玩笑吗？这。所以我一定会努力的。你好好努力啊！那我要救救他，台长对台长来说小菜一碟的。好，请你救救他吧。你看他进来已经不一样了。对，谢谢。来。那我要那个小房子要念几章啊？他完全好要420章。好，那个放生呢？放生要13000条，好吗？那我平常有要为他做什么？你们家族里边有人有杀业？真的？过去有没有人开过餐馆呐、或者卖过鱼啊，什么东西啊？不了解呢，那个祖先那方面我不了解。好啦。那平常要为他往生咒每天49遍。往生咒。好吧。好。每天早上给他8点求观世音菩萨，让他魂魄归身。哦，好。连续求一个月。是。他现在魂魄不在。真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哎，上辈子也是感情啊。哎呀，一个上辈子他的感情的一个人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经常会做一些怪怪的动作。对对对。是的，而且这些动作不大雅观。他还不知道羞耻心。他怎么知道啊？不知道。那个男的在弄他，你听得懂不啦？所以他行为举止很怪。很怪，那么灵性在身上，鬼在身上，能不怪吗？是的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你好好给他念吧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，好吗？好。那还有一位。2008年属牛的，他是2岁多跌倒。男的女的、女的。他也是上灵性了。我今天有带过来。在哪里啦？他也是智商越来越严。不用了，过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好了好了，坐在那里我都看到了。来来来，喂，用不着的，你叫他看我。啊，看爷爷。合掌。
合掌。谢谢。不要动。热不热啊？听话好吧，爷爷叫你灵性先出去，让他好好过日子，让他妈妈好好的帮他还债，念小房子，不要经常搞他，好不好啊？嗯，放他一马了哦，好吗？啊，谢谢。他晚上常不睡觉。好了，你不要再乱讲话了。灵性在身上，你什么都不懂啊，真的。好了。还有那个第二个呢？好了，第二个一样，给他好好念经吧。那个小房子多少啊？小房子给他要念，这个更厉害了，要860张。啊，那个放生呢？放生要念，放8000条鱼。啊，平常的功课。你给他睡觉，睡在你们家房子的右边。右边进房子的右边、嗯、右面气场好，左面都不行。你们的左面是往下坡的，右面是往上坡的、哦、好，是的。你们家房子很大。那麻烦那个台长帮我看一下佛台好不好，因为我家里常听到声音。嗯，好，我知道。所以你们家菩萨供了太多了。嗯，有三。嗯，不是三的，有很多。你还有好像还请了地府的什么神啊什么的。嗯，不要太多啊，来很多鬼啊。真的、哦、嗯，你们家里还放什么符咒？是。嗯，那我现在要如何处理？我家里有灵吗？有灵是吗？有啊，给他家里念48张小房子。好，给房子的要经者，好吧？好了。好，谢谢台长。好，听话了啊。